Hello， 我是乌龟，我实在是太爱寒冰法师还有骷髅巨人了。这几天我一直用这个配置在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场打十本的进攻。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场，这个阵型已经有两座火塔跟三只 X 女。我在靠近六点的地方下出了天女，要先来解决掉对方的双王。我带的部队配置是三只骷髅巨人，还有三只宝宝龙，加上一颗石头与七只寒冰法师。法术带的是一罐补血、一罐狂暴跟两罐跳跳。现在在六点外侧的这个地方，我的女王很快的会面对到对方蛮王的攻击。虽然对方蛮王的等级不高，但是砍了两刀下来，我的女王还同时被两座加农炮打到，其实血量是蛮危险的。解决掉他的蛮王之后，女王的血量看起来是一时没有办法拉回来了，所以在这边我赶紧将技能给打开来，天女一定不能死啊！女王开了技能之后，血量终于补回来了，现在看起来应该会一路往九点的方向走上去。于是我在九点的外侧下出了一只宝宝龙，提早帮忙先清掉九点外围的一些建筑物。接着在十点的地方下出了石头，九点外侧下出了三只骷髅巨人，然后在后面都跟上了寒冰法师。蛮王跟蓝胖则是下在大约靠近八点外侧的地方。现在王炸弹人在九点跟十点各开了一个缺口之后，让我的石头、蛮王、蓝胖、骷髅巨人从缺口走进去，在前方下了一罐跳跳法术，帮助我的部队跳往对方阵型的核心。现在城堡援军被引了出来，是一群黑胖。我在黑胖的头上下了双毒之后，现在对方的两座地狱塔粘在我的部队身上。不过不用太担心，在这边只需要下一罐补血法术加上狂暴法术，就可以保护我的部队很快的秒掉对方的一座火塔。另外一座火塔粘在我的天女身上，但是天女现在已经完全不怕地狱塔了，所以解决掉对方的两座火塔之后，现在站在对方阵型核心的地方，我的蓝胖还在持续狂暴的输出，已经解决掉了大部分的防御建筑了。哇，这个推进真的是太顺利了。我的蛮王打到靠近一两点的这一侧来，后面还跟着我一开始下出来的这只宝宝龙，这只宝宝龙也是帮忙打掉了超多的东西了。现在在三点外围一大片防空盲区的地方下了一只宝宝龙进来，提早帮忙做收尾。然后我的天女扛住了对方箭塔的攻击力之后，从箭塔的旁边下一支冰法，把这个箭塔给打掉，这就是冰法好用的地方。现在呢，看起来我最后一只宝宝龙跟最后一只火法已经不用下出来了。我的骷髅巨人看起来是没有死光，还剩下一只的样子，而双王现在都是存活下来的，宝宝龙也在帮忙收尾，就这样子拿下了这场三星。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进攻。这场进攻面对的也是一个十本的阵型，这个十本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弱了，这应该是个中十本左右。它已经有两座火塔跟三座 X 弩。我在靠近九点的外侧下出了天女，要让我的天女先解决掉对方的女王，还有对方的防空火箭。现在呢，很快的会面对到对方两座单体防御建筑的攻击，而且同时还被对方的女王给粘上，所以在这边我的技能一定要打开。现在开了技能，解决掉对方的女王之后，血量可以拉回来了。接着我在靠近六点的地方下出了一颗石头，后面跟上了宝宝龙。在这颗石头扛出火力的同时，我在后面再跟上了很多的寒冰法师，让这些寒冰法师帮忙多打掉一些靠近外围的防御建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只寒冰法师到底帮忙带走了多少的防御建筑，起到了多大的效用。然后呢，我在八点的地方下出了骷髅巨人，后面跟上了蓝胖，还有几只寒冰法师。七点的地方开了城墙缺口，让我的石头跟我的骷髅巨人准备要从这个缺口走进去。五六点的外侧也已经放出蛮王出来帮忙先收掉外围的建筑了，所以现在蓝胖完全不会走歪，跟着我的石头、蛮王跟骷髅巨人通通往阵型的中间要跳进去了。在这边下了一罐跳跳法术，在我的部队被对方的火塔给粘上的时候，直接下一罐狂暴跟补血，在这边我的部队通通都跳进去了，直接打掉对方核心的这些防御建筑，及时的解救了我的女王的危机。我的女王血量现在慢慢的被补回来，然后我的部队现在在对方阵型的核心解决掉对方的第二座地狱塔，现在核心已经通通都被掏空了。我在靠近四点外侧还有十点外侧的地方各下了一只宝宝龙进来，提早帮忙做收尾。现在我有两只残血的骷髅巨人走到三点内侧的这个地方来，应该可以帮忙炸掉很多的防御建筑，而对方的城堡援军在这个时候被引了出来，是一大堆的黑球。还好我的双毒都还没有用掉，我现在将双毒丢下去，但是有可能我的蛮王还是会被对方的黑球给秒掉。后面跟上来的女王应该还可以配合双毒直接解决掉对方的这些黑球。现在蛮王是残血，然后在十二点外侧的地方还有一只宝宝龙来帮忙做收尾，手上只剩下最后一只冰法，还有一罐跳跳法术。然后我在三点下出了一只法师，要让这只法师从三点的这一侧帮忙收尾。天使现在换手跑来补我的石头，所以我的女王单独被对方的箭塔给攻击了。我赶紧在这个箭塔的旁边下出了一只冰法，让这只冰法帮忙把这座箭塔给带走。
最后在这里下了一关跳跳法术，希望我的石头可以跳进去扛住法师塔的攻击。但是看起来我的石头就算是卡墙，应该也是可以扛住攻击的。这个跳跳法术有一点是多下了，应该可以扣下来的才对。最后就是这样子拿下了这场三星。以上呢就是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九本带上了骷髅巨人还有寒冰法师的十本三星进攻，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的部落现在一个礼拜打两次部落战，如果你也是对 COC 与部落战有热情的玩家，欢迎八本以上的活跃玩家们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同乐。我们下次见，拜拜。